一提到科学，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它遥远、深奥、难以理解。其实科学就在身边。来，有的小朋友说脚慢慢不好弄。我们的工作就是帮助小朋友们学会用科学的目光去感受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声、光、力、电、热。在这里，科学不是枯燥艰涩的理论，而是有趣的启蒙游戏。比如我们会带领小朋友们动手组装相应的教具，可以提高小朋友们的空间构造能力、观察能力，能够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我们在做的事情不是拔苗助长，而是寓教于乐，通过玩来激发他们求知的动力，给小朋友们心里创想的种子提供温暖的土壤。这颗种子慢慢发芽长大，也许未来某一天就会开花结果呢。厦门是一个创新创业之城，科学氛围比较浓厚，教育水平也属全国前列，家长们都比较热衷支持孩子们参加一些校外研学，少儿好学，如日出之阳，在这个阶段形成的科学素养是有益一生的。